这种造纸厂的废塑料有什么用呢？如果不经过处理，只能用来当作垃圾了。可以经过我们的 RDF 压块成型机压制成密度很大的燃料棒，用来替代燃煤在钢厂、水泥厂、铸造厂燃烧使用，不仅实现了变废为宝，还能有一定的收益。你说这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和漂亮？